2015年3月17号星期四早上的9点，眼前所看到的是帕福斯的海边的景象。现在这边就叫做珊瑚湾，也是在整个昨天在帕福斯比较商业海湾的向北边的16公里处的地方。我们也是昨天晚上入住在这边的酒店，可以看到很多的塞浦路斯人在这边钓鱼。他们大部分南塞浦路斯几乎都是希腊裔的后代的部分。那正前方可以看到整个游轮与在渔民，而且就是整个我们今天马上大概是10点要离开的，叫做Coral Beach 珊瑚湾海湾度假胜地的地方，就在正前方这里。我们是住在1234的房间，这边可以看到全景。这边是东边晒太阳的地方。再来呢，分享到很多的资讯，我会放在脸书上的“幸福塞浦路斯”。这个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哦。那这边的小海湾呢，目前是离北极的地方。其实，在台湾应该不属于这里，只是说在塞浦路斯这边。